于没人了，有学校一队。学校一队是吧？打嘛，随便打。学校就两个人好像。垃圾。嗯。这要晚上我无敌了吧？啊？学校独狼。学校的人还不是一队的。学校的人还不是一队的啊。不是一队的，哎。学校那个人还是来狙击的，我操，服了！啊，这还需要狙击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人前面把我打死过一次，就是那个一对 S 加一个六的。哦，可以。他压到了，他压到了，我操！这个 SKS 你们要不要？要。要我带不动，我从楼三楼，三楼右边。啊，二楼右边。这什么垃圾啊，哎，这个可以啊，啊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可以。SKS 你们不要吗？拿了，拿了是吧？这个你们收了吗？这个，我操，又一把 SKS， 我操，两把啊！这枪怎么这么多啊？这枪垃圾的很。不要点二级头。哟，好多，地上不全都是吗？嗯。快扩！哎！哎我操！吓我一跳！这是压豆的吧？是压豆的，看我直播的呢。在你房子里吗？对，在我房子里，二楼，在门口。就一个人。什么装备没有？三楼，三楼。无地魔。你拳头不太。羞辱他！
哎，他的雷怎么炸了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我炸了？嗯？你假雷？哇，你这雷是假的吧？我操！我雷炸我自己了。那我们怎么死啊？送一波吧，找个人去。行，走。瞎搞啊！瞎搞啊！他们说雷现在只能打自己。瞎说！雷让人家队友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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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来了，来了。没过来。就这城跟他们拼了吧！买皮肤，买皮肤干嘛？垃圾游戏不花钱，垃圾游戏。好枪法，没听见。我操！只是吧，你怎么喜欢用第一人称啊？单机打习惯，高手嘛，高手都用第一人称。这是要跑毒吗？机长圈，算了，冲吧。肯定得冲。前面三楼，对，在里面。我还知道我废话，我操，我不会玩吗？我会玩。要可以啊。哎，死不掉，不大问题。啊，退了吧，退了吧。死不掉，你们可以不死。